天火为什么要背叛堕落金刚呢？天火原本是堕落金刚的手下，在赛博坦内战期间，天火被堕落金刚派出寻找可以收割的恒星，以此来拯救赛博坦。由此可见，堕落金刚还是很看重天火。但是当天火外出寻找恒星后，他不但没有向堕落金刚汇报结果，而且还将自己隐藏在地球上。因为山姆一行人为救擎天柱，天火才得以重见天日。可苏醒后的天火却选择转投汽车人。那么天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原来是天火发现了堕落金刚的原型。虽然堕落金刚也是为了赛博坦，但是堕落金刚却选择无视领袖原则。因为领袖原则规定不能收割有生命体的星球，但是堕落金刚却一意孤行。也就是说，天火不愿意滥杀无辜，所以天火最终决定弃暗投明。其实天火背叛霸天虎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霸天虎的事业让他蒙上了一丝羞辱。毕竟霸天虎做事毫无底线，就连七大元祖金刚定下的领袖原则都敢无视。如果天火继续为霸天虎效力，那么他肯定觉得自己会遗臭万年。看得出天火和屏幕前的你都是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人。不过天火为了将功补过，最后选择牺牲自己，与擎天柱合体成为擎天虎，一举击败了堕落金刚。 Let's roll。